神在创造之初设立的两个制度。我们都知道神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但是第七日安息的时候他设立了安息日。所以创世纪二章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安息日不是律法的产物，不是律法时代的产物，安息日是创造之初的事情。我们今天还在讨论，那是律法时代的产物啊 ？No， 明明是创造之初，总共七天嘛，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设立安息日，这第一个制度。第二个制度，婚姻制度。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是整个婚姻制度的一个建立。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好，这个就是婚姻制度的由来。神有能力直接可以创造男女两性，他为什么要分两次呢？为什么要分两次啊？这叫做奥秘。那我们今天对婚姻尤其是基督迎娶新妇的奥秘我们大概不是很清楚因为不清楚，因为还没有到嘛。好，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就蒙恩得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是启示录说的说羔羊婚娶的时候新妇已经预备好了，这叫做迎娶。这是主耶稣是新郎，要来迎娶新妇，新妇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圣经当然没有写真耶稣教会，圣经只有写神的教会。好，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吵个不停。还要吵吗？有意义吗？神的教会，你就拿出证据就好了。教会要靠实力，不是靠口舌，靠实力。圣经怎么说？教会有这些现象吗？教会有这些发展吗？教会有这些能力吗？教会有这些权柄吗？好，这是谈到教会的事。那我们要讲的是基督迎娶新妇，它是一种奥秘。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极大的奥秘来了，奥秘。好，基督迎娶新妇是奥秘。好，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讲的，从五章二十二节开始讲，他在讲夫妻关系。他在讲夫妻关系，他在讲夫妻怎么互动。然后最后话锋一转，就是转到这里来的，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其实今天保罗很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其实他是跟主耶稣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主耶稣跟保罗讲的是根据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说的，奥秘是存在这里面，奥秘在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里，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什么叫奥秘？那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世俗上的一个层次，它是跳脱另一个层次，所以它有另一种的解释，那叫做奥秘。奥秘不是不能解释，奥秘是可以解释的，如果奥秘不能解释，那叫乱来，那叫乱讲，那叫做异端，
奥秘是可以解释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这里讲，他本来是用婚姻关系，然后他在用婚姻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在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这不是奥秘吗？第一个，我们本来对教会就是比较 有一点抽象，教会这个字眼。如果我们根据使徒行传20章28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赎回的一群人叫做教会，所以教会是一群人，是主耶稣所拯救的这一群人叫做教会，那也叫做信徒。所以基本上这些所谓的宗教术语，我们要先说明清楚讲明白，因为他在圣经里面他有自我解释什么叫做教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主耶稣的宝血所赎回的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就是信徒。所以他是要用我们所可以，保罗是要我们所能够明白的，能够思考的，能够了解的，来说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他用夫妻关系去做解释，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大概都会结婚，基本上，等一下我会讲，可以不结婚吗？可以不结婚吗？圣经有说可以不结婚吗？好，我们先讲，因为婚姻，我们今天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丈夫，什么叫做妻子，夫妻是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但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已经在这个线，在这个 life 里面，life 里面，就是在现在这个现况里面。所以当保罗在解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用夫妻关系在解释，那我们就会稍微懂一点。所以保罗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夫妻关系本来就是极大，所以保罗在讲这一句话极大的奥秘，这一句是指的两面哦。第一面是夫妻关系的奥秘，第二个是基督跟教会的奥秘。那因为我们对这个奥秘性的这个面向，我们大概比较疏忽了，也比较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一般人对婚姻的关系就是跟一般世俗的婚姻关系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出来，没有跳脱，所以我们今天才想要跟谁结婚就想要跟谁结婚，不想结婚就不想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就是这样来的。那其实圣经在这方面都讲得很清楚，离婚的事件，结婚的事，结婚的对象都讲得一清二楚，没有模糊不清。那问题我们今天把它，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圣经里面的奥秘，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想想看嘛，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对婚姻的观念是什么？所以有人说，有人把婚姻当成儿戏，有人是践踏婚姻，事实是如此啊，把婚姻当儿戏嘛，践踏婚姻嘛，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婚姻的神圣性在哪里，他说哈，有那么严重吗？对啊，有那么严重，如果撇开宗教信仰不谈，不严重。那不严重接着下来是什么？难道我们的活物里面没有公母吗？有公的有母的，那人有男性女性啊，男女结合嘛，公母交配嘛，不是吗？这个就我们的现况，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停留在这个世俗的这个一个层面，那我们当然对婚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嘛，就跟一般人一样嘛。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做法。那原来我们很多的做法就违背圣经了。那什么叫违背圣经？有什么关系？那就很严重的问题嘛。违背圣经是得罪神啊。难道得罪神是小事吗？那你说没有，我今天的婚姻是合乎中华民国的法律，于法于理于情，我都合乎
啊，合乎情理啊，对啊，对对对，当然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哈，极大的奥秘是指的两个层面啊。夫妻关系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基督跟教会的也是一个奥秘。那我们先讲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21节看到25节。创世纪二章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22节，主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23，那人说，这时候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25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好，24、25节，主耶稣曾经引用，保罗曾经引用，就是回到原点，谈婚姻回到原点。我们今天谈婚姻，很多人不回到原点，包括结不结婚也不回到原点，就用现况，现在是什么世界的，这是什么年代的，还讲这个东，讲这什么东西啊？来了，那我们就不要信仰嘛，我们也不要来聚会，不要圣经啊。我们今天既然要拥有这一份的信仰，那这信仰有它有它的规范，对不起，它有规范。那你不按照规范，那这是得罪神啊！那我们还信这个信仰干嘛？我们拥有这个信这一份信仰是要干嘛的？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极大的奥秘就在这里。刚才讲过了，如果你去看到创世纪一章27节，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男造女哦。为什么两次呢？第一次呢是创世纪二章7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2章21节到23节，女人才造出来，分两次造人类，造男性女性，他分两次，而且创造的过程不一样，但是创造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创世纪一章27节，神用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两性基本上在生命的本质上是同等尊贵，因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至于材料当然不一样啊，男性是用尘土造的嘛，女性是用男人的肋骨造成的嘛，材料不同啊，就这个不同而已啊，而且时间点不同啊。那你不要再继续问我说那是哪一个时间点啊，因为圣经就讲，就告诉我们，当他在创造男性女性的时候，他要用两次创造的啊，但是都用按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的。好，尊贵性在哪里？就在这里，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是利用你用尘土造的还是用肋骨造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神的形象，这个叫尊贵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从第21节，从直接看23节了，因为过程是用男人肋骨造成女人嘛。当23节的时候，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他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当亚当在讲这句话，当亚当看到夏娃之前是2章的20节，亚当为所有的活物取名字，他有两个目的，他要为所有的活物取名字，以便你以后称呼嘛。老虎过来，兔子跑掉，大象你过来，他有一个称呼嘛，所以取名字。第二个，找配偶。你以为亚当是吃饱没事做 为什么要 为所有的活物取名字？他其实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找配偶啊，找伴啊，这找不到的，开什么玩笑？请问神创造的活物有多少？圣经没有说嘛，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来讲， 那太多了，太多活物耶，那太多活物，奇怪，那个亚当竟然能够不厌其烦的为每一种活物取名字，他就是要从每一种活物找伴侣，找不到。2章20节最后的答案是，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什么叫配偶？就是适合的助手，就二章十八节说的配偶就是适合的助手。所以你今天要找配偶，要找一个适合的，不要找最好的，找最好的会离婚，找适合的才不会离婚。因为圣经告诉你要找适合的、啊、婚姻、啊、你的择偶条件，择偶的对象是什么？适合你的，你适合他的，他是跟你讲他适合的，适合的助手，这个叫做配偶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亚当从无到有，就是没有太太到有太太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同的啊。你想想看，二章二十节，当他一一的为所有的活物取名字哈，又找不到配偶，他那个心灵有多么空虚啊，那么空虚，多么的空虚。所以后来谁处理？神处理嘛，让他沉睡，取肋骨，造成女人。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夏娃，他就是，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什么意思？他是我的生命。哎，这叫做奥秘。哦，连亚当都知道，说可以称为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什么意思？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哎。人类第一代祖先他就知道夫妻关系是一体关系，一体耶，这叫做奥秘啊！明明是两个个体，明明是两个个体，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体的，这叫做奥秘啊！这个是我们一般没有在谈论的嘛，只有圣经在谈论这件事情，谈这个面向。是奥秘的面向，夫妻它是一体的。所以后来主耶稣也是谈这个，保罗也是谈这个，用这一段来说明夫妻的关系多么的密切，生命是一体的，叫做生命共同体。所以后来连彼得都说了，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同承生命之恩。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把相关的这个经文，相关的经文把它串联在一起，我们不是只有吃牛肉串、羊肉串、猪肉串才吃一串的，看圣经也是要看串的，把它串联在一起，也不用特别解释啊，你把它串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真理就跑出来了，那个奥秘就显明了，就清晰了，这个就是奥秘。所以连亚当他都知道，我们本来，我跟夏娃本来叫做就是一体的。那因为亚当夏娃他是人类的第一代祖先嘛，第一代，所以他前面没有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前面都有啊，我们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再上去就不用讲了，就是因为一对一对把他生下来的，因为男女结合生下下一代，在男女结合再生下下一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就是这样来的，绝对是男女，没有不可能说 男跟男生出一个人嘛，女跟女生一个，没有啊，到现在还没有嘛，还没有那么厉害啦，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夫妻的奥秘性。那基督跟教会是一样，因为教会是主耶稣他用他的宝血所赎回来，就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命一样嘛，跟亚当当初看到夏娃一样，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他是我的生命一样啊。教会就是基督的生命啊，因为他用生命把我们赎回来的，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就用生命赎回来的，他是我的，教会是我的生命，这叫做奥秘啊，多么尊贵，多么荣耀，多么特别的一个情境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对于婚姻的这种概念，应该 有真理的概念，不是一般人的概念，一般人的概念你就不要来教会了，因为 来教会干嘛，没有用啊，因为 你的观念跟外面的观念是一模一样，那你来教会干嘛，不用了嘛，来教会就是它会是跳脱的嘛，它会是超越的嘛，它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嘛，我们才需要来教会啊。所以基本上人是要结婚的，因为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从一章二六二七二八，从一章二十六一章二十六节，神说要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然后二十七节就用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神就对他们说，对谁说？对人类说。什么人类？对亚当夏娃说，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活物。好，四句话什么意思？责任。当神创造人类之后，神给人类责任，四个责任呢，生养众多。好，以今天的 人类了，数超过70亿，其实太多了了，我们整个地球承载的70亿的人，超过70亿的人口其实是太多了，生养众多 OK 了。好，那问题来了，遍满地面，光现在台湾就没有了。什么叫遍满地面？其实他就在讲那个年龄结构了，年龄层结构，比如说零到五岁的人占，比如以台湾来讲，2300多万的人，这2300多万的人，零到五岁占几趴？6到10岁占几趴？65岁以上占几趴？如果超过20%，就是5个人里面有65岁以上的人，那我们叫做老人嘛，那你想想看，这什么世界？我不管现在发明什么样的名称啊，什么超高龄什么，不管它什么名称，事实上就是，如果65岁以上的人有超过20%，那就是老龄化的国家，就是5个人里面有1个老人，那又问题来了，那就是老龄化嘛，那0到5岁呢，或是二十岁以下的人呢，占几趴？那叫做少子化。一个是老龄化，一个少子化。那请问中间这些人要干嘛？会死啦。什么意思？压力很大，上有老母，下有子女，他还要上班。信耶稣的更绝了，还要来教会，还要做圣工，还要奉献。中间这一段的人怎么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大概20年前了吧，其实我们政府早就用电视里面的广告不是一大早起来刷牙嘛，抱着一个然后背着一个，是吧？那叫做负担。好，这个就是没有生养，这个就是没有遍满地面。遍满就是你要平均啊，我们现在没有啊，连台湾都没有了呢，我们现在只有生养众多，没有遍满地面，没有平均啊，所以叫做扭曲，我们现在人口结构是扭曲的，这个都是没有按照，这个就是我们不负责任的态度嘛，生养众多，对不起，你当然要结婚，不然怎么生养众多啊？没有结婚怎么生养众多啊？所以要不要结婚？要，结婚是种责任。所以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结婚？你管那么多，我没有管你嘞，你又不要结婚，跟我什么关系啊？哪有在管你的？我们只是今天只是根据圣经在告诉你说，如果你是一般常态，你就是要结婚，除非特殊状态。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9章，不是通通要结婚了，有些人不宜结婚嘛，主耶稣说，保罗说，通通有说。马太福音19章，从第10节开始到12节，19章10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11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是给谁，谁才能领受。”12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我们先把它讲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两个把它串在一起，因为它同样的东西。哥林多前书第7章，我们看第1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难不尽你道好。第2节，但要
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我们看到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是不婚主义的，保罗本身他是不婚主义的，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就说了，男不近女，那个近接近的近叫做抚摸，叫做肌肤之亲，就是夫妻的夫妻生活。他说不结婚，他认为不结婚比较好，但是后面他的但书就出来了，七章二节，但为了要避免淫乱的缘故要结婚，男子女子都当各有自己的配偶，他讲得很清楚。好，那所以后面他就做一个结论，第七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他说要不要结婚不是你要或是你不要的问题，那是一种恩赐的问题。好，看回来马太福音十九章十节到十二节一样，当主耶稣在讲不可离婚这件事，我们今天讲不能离婚这件事情，现在都我们都会讨论了，主耶稣那个年代就讨论了，主耶稣说不可以离婚，那 当时他们说，哇，耶稣你算什么？你算哪根葱啊？我们的民族救星摩西说给休书就可以休妻，人家民族救星都说可以，都说可以休妻，你耶稣算是哪一根葱啊？还是我们不能离婚？主耶稣说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六节就说了嘛，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就说了，主耶稣讲为什么不能离婚呢？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啊，起初回到原点一样。你看了人家主耶稣第一世纪的主耶稣在讲婚姻的道理，回到原点，他没有回到律法时代那些在请教他的，在找他把柄的人，是回到律法时代的，在问他问题，问主耶稣婚姻问题。主耶稣没有说，他说没有，跳过，回到原点。起初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婚姻是怎么处理的？你不要跟我讲律法时代的婚姻，你不要跟我讲律法时代的规定，那一样啊。我们今天也不能讲今天的规定今天都可以同性结婚了，还要讲什么？他们要不要结婚啊？现在这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人家主耶稣很厉害，他没跳回去，回到原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抓住的一个面向。当然我们在谈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到原点就是创造之初神设立两个制度的其中一个制度，婚姻制度，一男一女嘛，一夫一妻嘛，一生一世嘛，不是吗？当时设立婚制度这个样子啊。好，那因为时代久远嘛，然后人就在最终生活，然后就开始演变嘛，演变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啊。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就是同性婚姻嘛，合法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可是原来并不是，起初并不是这样，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都说要学像耶稣，有在学吗？耶稣在谈婚姻是怎么谈的？保罗在谈婚姻是怎么谈的？连他自己说怎么样？如果用我个人的意见，保罗说用我个人的意见，不婚，不要结婚比较好。男不近女倒好嘛，就是不结婚比较好但是对不起那是一种恩赐。那主耶稣也是这样讲嘛。所以当主耶稣在谈离婚这件事情，当时的人就跳脱了啦，就已经反弹了啦。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这些门徒才跟主耶稣说那既然结婚不能离婚那就不要结婚就好了。主耶稣说不行不能因为你们有这种问题，然后就把原来的那个制度抹杀掉。主耶稣要讲这个，因为你们有困难，所以当时他们 跟主耶稣讲嘛，我们摩西说给休书就可以休妻。主耶稣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为什么摩西允许你们给休书就可以休妻？第一个，因为你们心硬，就是硬心嘛，就是硬心。第二个，起初婚姻制度并不是这样，就是没有离婚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因为你们做不到嘛。那今天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 leader， 他是带领的人，他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哦、他也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处理嘛、啊、没有办法处理怎么、啊、那 就允许了嘛。所以你看那个旧约时代，看立位记、出埃及记、哦、甚至民数记、生命记，在谈怎么休妻啊，有啊，他有规定啊，是怎么休妻的、啊、有规定 哦，那就是他们说的嘛。耶稣时代那些人就说，人家摩西说可以啊，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哦、那时候耶稣讲两个答案，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们硬心，你们做不到，你做不到就抹杀圣经的婚姻观念、哦、你做不到你就抹杀婚姻的制度、啊、但婚姻制度还是神设立的呢。所以婚姻之所以神圣，是因为来自那个制度是来自神，不是人规定的，是神规定的。神圣是在这里啊，属于神的嘛，来自神的嘛，所以才会那么神圣 啊，不然人规定有那么神圣吗？没有啊，而且还可以变啊，因为人现代的人，现在的人定这个规条，那下一代的人就、啊、把它改了、哎、不合乎、哎、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式，所以把它改了。为什么？因为人 啊，就像主耶稣说的嘛，因为你们心硬啊，因为你们做不到 啊，所以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婚姻的观念上不能，因为做不到然后那个生活现象造成这样的局面，那我们就说可以这样可以那样，那是你发明的啊，那是你说的 啊，所以谁可以不结婚？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哈啊、主耶稣讲的跟保罗讲的差不多了、哦、就是第一个，不结婚是一种恩赐、哦、是一种恩赐、哦、第二个，有一些现实层面生来就阉的、哦、就是天生的、哦、天生不能结婚的、哦、如果我们直接讲、哦、比如说天生他不能人道啊，或是他是不能过夫妻生活啊、哦、譬如说了、哦、我没有说这个是答案、哦，譬如说、哦、再来有些人后天嘛、哦、后天就不适合 过婚姻生活，因为身体有 残缺、啊哦、所以就不能过婚姻生活、哦、那另外一种是为主的缘故，那保罗也说过了、哦、为主的缘故不结婚嘛、哦、所以有三种特例，不结婚的人有三种特例，这三种特例一定要建立在神给你恩赐，给你不结婚的恩赐。好，那我们今天不结婚是什么原因？怕到了、啊、你 问那个适婚青年，是已经过了适婚青年的人，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结婚，我看还是不要结婚，结婚之后还是离婚、啊、结婚之后还是分居、啊、结婚之后还是玩 gay、啊、结婚不都讲负面的，你注意听、哦、绝对讲负面，绝对讲负面的。我在边听边想说，没有正面的吗？所有的结婚的人都是像你说的这么负面吗？因为你遇到这些负面的时候，你认为婚姻生活是那个样子。哎，奇怪，你有两只眼睛，至少你公平一点嘛，一只看负面的，一只看正面的，不是吗？怎么两只眼睛都看负面的呢？啊，正面的在哪里？啊，没有那个幸福美满的吗？没有让你很羡慕要结婚的吗？奇怪了，怎么没看不到？你眼睛是长在哪里？只有看到负面，没有看到正面，我就很纳闷了。啊、有那么多幸福美满的，你为什么 不会羡慕呢？啊、都看边看边讲，都讲负面的，难道、哦、越讲越离谱？就是这样来的、啊啊、再来，他失败了，难道你会失败吗？再讲下去就不好听了、哦、他在婚姻上失败，你会失败吗？啊、你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失败吗？那你会从他复测吗？有太多的变化，有太多的变数，怎么变？存乎一心嘛。怎么变？我们要不要按照真理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嘛？其实圣经在讲婚姻的道理是用，你只要按照圣经的道理去经营你的婚姻，挂保证幸福美满。再讲一次，挂保证幸福美满。你按照圣经的道理 去处理，有那么难吗？没有呢，我没有发现那么难呢、哦。你做丈夫要
要为太太牺牲付出啊，有吗？圣经叫你做丈夫要怎么做啊？圣经叫你做妻子要怎么做啊？为什么？那是义务，那不是权利。夫妻怎么谈权利呢？夫妻是谈义务，夫妻是谈责任。对方有没有负责呢？是他家的事啊。你有没有负责呢？是你的事啊。因为所说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不是在讲这一段吗？那你就按照圣经说的嘛。那夫妻吵架，你做签证了 还在这里干嘛？你可以骂你太太吗？赶快离开现场。你只能爱你太太，你不能骂你太太。你是丈夫啊，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吗？还是男子汉特大夫？奇怪呢，遇到这种事情你怎么没有承担呢？你要承担啊，圣经叫你做丈夫要承担，要肩膀。所以要嘛，当你择偶的时候，你要去找一个有肩膀的吗？还是找一个没有骨头的？还是找一个妈宝？难道要离婚嘛？找一个妈宝干嘛？你说谁是妈宝？什么事都说，我看我妈妈怎么说。那你还嫁给他？妈宝你还嫁？是可以择偶啊，没有叫你眼睛闭着啊，下面让我们加一点枪啊，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从主耶稣讲的哈，不结婚有特例，所以照理来讲，正常现象哈，正常的现象就是要结婚，因为结婚是一种责任。当初神创造人就给人责任，神讲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活物，但是到处是责任呢。治理这地就是现在讲的环保啊，管理活物就是现在生态平衡啊。人家主神早就在创造之初就跟我们定好了，我们现在还在谈什么环保啦、环境保护啦，还谈什么生态平衡啊？是哦，创世纪第一章就有了，你现在还在谈这个，这已经过几啊，已经都过了六千多年，你还在谈这个东西？六千多年前都讲好了，你现在还在谈这个啊？你说圣经是老旧吗？没有，圣经是很前卫的。圣经是很前卫的啦，怎么会老旧呢？怎么看的？我不知道他怎么看的啊。我们还没有在谈环境保护，没有在谈那个生态平衡的时候，圣经就规定了，不是谈的，是规定。所以人活着就是有责任，要结婚的责任，要生孩子的责任，因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但今天因为有人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嘛，不想负这个责任，他找一个理由嘛，找一个理由说因为什么说我不结婚，因为什么说我不生孩子，是这样吗？所以你看都是因为人一样，跟离婚这件事情是一样的意思嘛。当人做不到的时候就会找一个理由来说我没有办法，因为人做不到，因为人硬心嘛，所以他就把用找一个理由或找一个事实上呈现的一个困难度，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样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不要了。那你就是把责任推卸掉了，把责任弄掉了。神说没有没有，你活着就是要有这种责任，除非你刚才那个三个不方便结婚的人，除非那个样子，而且你还要有不结婚的恩赐哦，不然你不能轻易说我不结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婚姻真理上的一个说明。说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强调这个部分。所以以弗所书那个极大的奥秘就是讲这两个部分，说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夫妻生活去更加的体会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也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那个新郎来迎娶新妇，为什么要来迎娶？叫基督迎娶新妇，就迎娶教会嘛，教会。那这些教会是什么？穿细麻衣哦，刚才要讲了启示录十九章了，他穿细麻衣啊，什么意思？好行为啊，善行啊。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今天透过婚姻生活
有一个伴侣，同一个伴侣，那我们是个伴侣，我们两个是个伴侣，那按照圣经的道理来做好丈夫做好妻子，然后不断的提升夫妻的关系，兼顾夫妻的关系，那一定是的，每一对夫妻都一样。我们不要以为好像 我们夫妻比较有问题，别人都没有问题，不是，只是你看不到别人的那个夫妻关系，因为他们比较会忍耐，他们比较会面对，所以你看不到说，他们怎么没有，好像没有在吵架，没有在什么争执，有啊，还是有啊，但是他们会在那个当中，再透过圣经，再透过圣灵，然后来不断的操练自己，调整自己，然后让夫妻更加的合一，因为夫妻本来就是一体，夫妻本来就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从结婚的当下就要开始认识这个情形。那当相对的，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婚姻从小就要灌输，再讲一次，灌输哦，灌输不是教导，是灌输。孩子小孩不懂，不知道选择的时候，不知道是非的时候，你要就要灌输他，就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就好像我们把他从小带到教会来参加重要教育是一样的意思，他也不会问说为什么要来，不会啊，如果问了，他慢慢长大当然会问啊，他慢慢长大当然了解啊，那你了解到什么你就跟他讲什么嘛，因为他还不懂的时候就要灌输，等到他懂了他理解了，他会思考了，他自己就去面对，面对主耶稣，就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的，用各种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我们今天福音工作不是这样吗？把慕道者带到神面前一样，我们今天带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让我们的孩子自己能够跟神互动啊。我们今天的宗教教育就是这个，要达到这个地步啊，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自己跟神互动啊。我们也是这样来的，一开始是爸爸妈妈带的嘛，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我们来，等到我们长大就我们慢慢思考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奇怪啊，那么多的教会为什么要信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有什么特别？那慢慢你说从圣经上去了解，去对照，去思考，那就感谢神，你就慢慢调整过来，就思考，你就有一个方向。那婚姻也是一样，婚姻要从小就要教育，不是等他长大。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忽略，想说孩子还小嘛，不懂啊，不要讲这个。孩子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孩子还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都弄错了。我们不是讲婚姻是人的终身大事吗？这一辈子除了宗教信仰信耶稣这件事以外，在我们生活当中婚姻是大事，那我们大事怎么把它排在后面呢？所以等到孩子有独立思考的时候，等到孩子婚姻观念被很多外面的观念灌进来的时候 key in 进来的时候，他长大了，然后你跟他讲赶快要结婚了呢，几岁了呢，他说要结婚你自己去结婚了，你说奇怪，孩子不是我的吗？对，孩子是你的，但婚姻他不听你的，为什么？因为他听别人的，他的观念已经被灌输了，因为你没有灌输他，从小没有灌输他，从小没有教育他，所以他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灌输了，被网络灌输，被同侪灌输，被外面的老师灌输，被社会灌输，都已经进去了。所以你今天跟他讲什么，他为什么会跟你反驳？很多事情他可以听你的，婚姻不听你的，为什么？好，所以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那个时间点。所以我们现场的我们的父母，尤其我们孩子还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找机会，教育都是机会的，机会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婚姻上面都能够合乎圣经的一个规范。我们一起来唱诗。